是是是，发出去了是吧？他的问题是说，美女们，你们赶快来提问问题啦！哦，有问必答的，对不对？赶快，赶快跟他的微博进行互动啊！有人看到吗？发出的这条，看到了。有人没看到，有人看到。那这样好了，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让张彪硕下去先补个妆、擦个汗，完了等一下他顺便也在后来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博回复，好不好？等一下上来再告诉我们他选择谁，好吗？好，来，请张彪硕稍微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记住我们那个门票还没有做完呢，所以不是这样的。